来，我们来听老师来。啊，就这样啊！哎呀，你的。
我们的歌。
很喜欢那首歌，但是现在是来这么一只小孩子。
Thank you.
口腔部的歌曲。好，于是这位观众们，让我们继续欣赏最后的两首歌曲。你们今天很棒，是不是？这两首歌曲很棒。我先告诉你们，你们感觉我唱的你听，问题是好，他们不会唱。很多打听啊，都很高兴跟我说这件事。打听还会唱歌，我会唱歌，你别忙了，可能会再来。都第一次要欣赏，就回来了。好，现在再来一首最后的歌曲。对。
对对对，我俩因为要笑脸的，笑脸的鬼，因为我们穿过他们了。